大家好，我相信大家好像这种盘都见过啊，但这种盘呢，可能大多数都那个什么了啊，都用错了。为什么董哥说用错了呢？因为这种盘一旦损坏，恢复出去难度很大啊。好多粉丝，你看，这就是损坏后啊，现在外边恢复这个氦气盘的技术，一是不成熟，第二这个设备支持的也不好，第三呢，恢复成功率低。你看，这都是外边恢复没有成功，然后又寄到董哥了，董哥这儿，这有可能接盘侠，最后也不一定能恢复，而且成本很高，外边基本上报价都在1个 W 以上，这个盘呢，董哥待会儿也是刚收到，待会儿我们尝试能不能恢复，如果能恢复的话，大家可以点点赞，记住这种盘一定要做阵列，做锐的啊，最少3块盘。或者4块盘做个 read 5，这样是安全的。如果要是单盘使用，大家赶快去换啊！好的，本视频到这儿，再见，拜拜。